他待你如何，你选择他，可是情之所至。王爷，您刚离开行宫不久，宫里就来人请王妃入宫了，说是皇后要办暖茶会宴请官眷，连婢子都不让带。去多久了？倒是不久，刚过一个时辰。 贤妃，何故跟见鬼似的？县主，你与贤妃娘娘认识？回公主，绵棠与贤妃娘娘是旧相识了，情同姐妹，亦是许久不见。如今能在这皇宫雅集中重逢，想必娘娘定是与绵棠一样，喜不自胜呢。是。 许久不见刘姐姐了，哪能担得起您这一声姐姐呢？娘娘清简了，不知娘娘是否还和从前一样，心灵手巧，善于女工呢？往日雅集，宫内都是煮茶。 再不讲究，也是蒙顶茶。如今，陛下提倡节俭，娘娘便用了水果引子，当真是体恤陛下的苦心呢。皇后娘娘出身武将世家，自是了解百姓的烟火。这宫中用了这引子，想必是让姐妹们与民同乐。皇后娘娘好襟怀。 县主可是尝出来了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引子，这底子是玫瑰香底，饮下去，唇齿间，竟是爆开的荔枝香味，酸中又带着甘美，实在是让人神爽。这里面是冰过的荔枝膏水，配上这些起沙的果子，更是一绝了。嗯，比那些中看不中吃的，可好太多了。 公主什么珍馐没吃过，你都说好，自然错不了。县主恕罪，县主恕罪，只是失了裙角，快起来吧。这不是扶余生身边的小宦官吗？他怎么来这儿？还请稍稍一步。 小的为您去赶紧衣裳更换。无妨，一会儿便干了。这县主，还是让松华迎你去换一身衣裳吧，不然沾着脏污也不像样子。好，陛下。 陛下，妾请我入宫，又何须以这个法子让我来见你啊？怕你不肯见我，不得已再出此下策。那这个下策，属实让皇后为难了。皇后，绵棠告退。他待你如何？ 你选择他，可是情之所至。你若有半点不甘，婚书、大婚，什么都可以废止。姑来替你做主。若是从前的子瑜，一定会替我高兴的。